大家好，我是韩怡，我来自台湾，我住在克罗埃西亚 Split 七年了。如果你已经来过克罗埃西亚，你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美丽。想发掘更多克罗埃西亚鲜为人知的宝藏，就不能错过 TotalCroatia.com 这个平台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克罗埃西亚，网罗本地及外国人观点的 TotalCroatia.com 就是您独特的资讯网站。希望很快能够在克罗埃西亚见到你。